情景对话二。我学得很累了。我也是，我们出去走走吧，别待在这里了。对了，我和珊珊计划去登山，你去不去？什么时候？哪座山呢？星期六，白云山。天气好像要变冷。别担心，你到底去不去啊？一定去。我要带点什么东西呢？带上几件衣服和一双运动鞋就行了。好的。好，那我明天给你电话，告诉你登山的具体安排。谢谢，明天再聊吧。